好，我是罗雪儿，今年22岁，现在是四川音乐学院一名大四的学生。我喜欢弹吉他，喜欢唱歌，喜欢写歌，喜欢弹键盘，但是我的键盘弹的就像我的电竞游戏的水平一样很菜，然后我的电竞游戏网名叫鬼见愁，所以大家懂。这一次呢，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喜欢我，支持我，谢谢。这一首你曾担心一场找到对手是属难的，一直担分开因爱难过，他不知得你一遍又一遍的追问我，其实你心里早已有结果，就这起手这首歌是我半年前，差不多一年前，对，写给我的好闺蜜的。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她的男朋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想要分手，就向我哭诉。然后当时我就写了这首歌给她，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分手吧”。对，后来这首歌当时的名字叫做，就假装我的闺蜜叫小红哈，就是叫小红的歌。然后这一次要放出来给大家看，所以我就把歌名改成了起手。然后因为我怕她男朋友听到会过来把我打一顿，对，所以我觉得创作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它可以让你把一些你平时不敢说的一些话和你的一些心情去表达出来，用音乐的方式表达。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创作出更多好的音乐，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